莱恩·雷诺斯写信申请加入复仇者联盟，钢铁人回信拒绝去烦，笑翻粉丝。近日复仇者联盟三无限之战火热上映，在全球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，而同样身为漫威超级英雄的死侍也不甘寂寞，其扮演者莱恩·雷诺斯在推特上出了一张信件，让粉丝们都被他的幽默给触动了。同样将在今年上映的《死侍二》扮演者莱恩·雷诺斯为了祝贺《复仇者联盟》如此热门，决定也来凑一脚。他在推特上写道：“来自一个从不知道自己该退休的家伙，我很高兴你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，恭喜复仇者们。”内文还附了一张照片，是来自东尼史塔克的回信，内容是：回信要求加入复仇者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去烦 X 教授吧，没有可能。署名：东尼史塔克。原来莱恩·雷诺斯是在恶搞钢铁人不让他加入复仇者的阵容，真是太搞笑了。不过 X 教授可真是躺住也中枪啊，这种互相拉台的宣传方式真的非常健康和有趣，比起各种冷嘲热讽更容易令影迷们接受，还会发出会心一笑，真是高明的宣传。